家好，我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孙艺萌。很多朋友看了我们团之前的直播与练功后，对芭蕾舞演员练功前的热身很感兴趣，纷纷表示想知道我们的热身方法，也想跟着一起练一练。那么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芭蕾舞演员练功之前的一些热身练习，希望对于喜欢舞蹈或者运动的您来说也能有所帮助。今天的练习可能会有点难度，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要根据自身情况和柔韧度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相信您通过练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我们开始吧。一、拉伸练习，平躺到地面上，将左腿弯曲，双手抱住右脚脚踝，尽量搬向地面，然后换到旁腿来活动胯关节。下面将身体和右腿反方向拉伸，像拧毛巾一样，然后反面。这一系列动作有助于前旁腿的柔韧度，以及活动到脊椎和腰椎的关节。二、脚步练习，找出一个硬质的圆柱体物品，比如化妆水，踩在上面前后滚动，以此来唤醒或放松脚底的肌肉，然后扶着墙面或者柜子，双脚正步，向上立半脚尖10次，要注意双脚的角度，保持与地面的垂直，不要向两侧倾斜。这个动作可以增加脚踝和小腿的力量，提拉腿部的肌肉线条。如果想增加难度的您，也可以单脚来做这个练习，每只脚各10次。三、外开练习，将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双腿外开弯曲，左腿尽量不动，右腿保持转开，以脚后跟为出发点，向上伸直成90度，做一次勾绷脚，向回弯曲的同时一样保持转开，每条腿各做10次。休息1分钟后，继续做下面一个练习，左腿外开弯曲，右腿勾脚成90度，保持转开的状态下向旁打开，同时要注意胯部的角度，尽量保持与地面的平行，然后同样保持转开的状态，用大腿的内侧力量回到与地面垂直，双腿各10次。或者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循序渐进地增加数量，这个练习可以激活大腿内侧的肌肉，美化腿部的线条。四、核心练习，平躺在地面上，双腿弯曲与地面垂直，以大腿后侧和臀部的肌肉为支撑点，使后背离开地面，重复10次。
然后保持这个姿势，右腿向上抬起，用单腿重复这个动作，双腿各十次。这个练习有助于加强核心以及大腿的力量。背肌练习，趴在地面上，双手双脚同时向上发力，重复十次。这个动作可以增强背肌和臀部的力量。后续向下时，可以双手双脚不碰触地面。如果您想进一步加强，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保持上身不动，双腿向内侧反复打击40次。这个练习可以紧致臀部的肌肉，提拉线条。以上呢，就是我平时芭蕾课前的一部分热身准备。通过这一系列的抻拉与练习，我们就准备好以饱满的状态开启一天的工作啦。适当的运动可以让我们拥有年轻健康的状态，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加完美的线条。希望其中的一些练习也可以带给您自信满满的一天。下期再见。